位投资朋友大家好，我是姚一辉，欢迎收看时间做手。就同跟各位分享一样，不管做票也好，做期指也好，其实都很简单，但是一定要有领先而且可以实战性技术。就同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的，当我们拥有新金流观念的同时，不用再像过去一样死抱活抱，也不会像过去一样有满手套牢股票遗憾，只要跟着新金流观念，用最踏实的方式一步步做下来，很自然的就可以创造出比标更标获利。但是很多投资朋友股票一直做得很辛苦，到底原出在哪里？就同过去你跟着市场当中的分析师去做，常常会发现资金的运用没有效率，因为股票总是报上报下等上涨，不敢百分百直接进出，加上持股过于分散，凹单不停损，会多不空的结果，都是造成资金运用没有效率的原因。同样的，过去用的软体为什么没有办法帮自己赚钱？因为你用的不是原创的系统，所以没有办法真正的实战，有太多的参数、模组、周期全部要让会员自己猜，甚至呢选股出来的支数模组还会太多，还需要人工的讯息去辅助判断。最重要的，买卖点常常会慢半拍，没有办法完全做到单一而且精确买卖点。因此呢，各位可以好好去想一件事情，为什么我所有的会员都一定会有我本人手机的号码，而且我百分百可以做到价格诚信不价，而其他的分析师或系统为什么做不到呢？原因很简单，如果一个分析师或系统可以长期帮客户稳定获利的同时，何必躲在业务助理背后，甚至每天节目当中辛苦做过度行销，打折还需要赠送资料，不是吗？而当你拥有时间做手的同时，你已经掌握住一个非常大的优势了。因为这个系统呢，100%是我自己原创的，包括程式的部分也是我一个人独立完成，完全不需要委托外面工程师，这市场当中其他软体绝对做不到的。而在进场之前呢，会立即明确显示进场停损停利，上交位一次都有各位，我坚持只赚最好赚的，因为资金效益才高，就是因为操作有把握，所以每一笔大进出一定都是百分百资金，多空的双向获利自然就加倍。就同你说眼见为凭的事实，也就同每天我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金流是一样的，跟着新金流观去做，手上一次只需要持有一档股票就够了，而且每笔大进出一定都是百分百资金，一定是百分百资金买档，一定要百分百资金卖掉一档之后才有钱换下一档，不是吗？就是要用最踏实的方式一步步做下来。从10月24号到今天一个月的时间，你的100万透过金流力量已经帮自己创出279万利润了，而你1000万呢，透过金流力量不是也帮自己创出2790万利润？但是再回过头想一次，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你如果还像过去死抱活抱的方式做股票，甚至呢还在用不能实在软体帮助自己炒股票，到底帮自己创出多少的报酬？因此呢，就同我在节目当中会常常提醒各位的，我说过去有条路，如果一路走来都走得很辛苦也走不通的时候，此时此刻就该换一条路，换个方法走的时候了。就同每天我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金流是一样的，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哦。就同你所看到的，在12月3号这一天，这张股票100万赚了 20.7 万，系统告诉我们已经赚完最好赚的一段，先把赚到钱放口袋，接着换股增加报酬。23号这一天，
系统告诉我们，再把资金转买嘉陵这档票，接着赚它最好赚的一段。一起来看好事到底有没有接连不断的发生。23号也就在这一天哦，系统告诉我们把前档票赚的钱发口袋，再把资金转买嘉陵这档票，接着赚它最好赚的一段。一样 K 线丑丑是要赶快买了，再次的坐在轿上面的扁台，短短的4到5天，你的100万不是也帮自己创出31万的利润吗？好事不是这么再次的发生吗？所以呢，这档股票当然也是一样道理，一样坚持赚它最好赚的一段。就同你所看到的，在29号这一天，这档股票100万赚了31万，系统告诉我们已经赚完最好赚的一段，所以红棒创新高一样最好的卖点，不要怀疑也不要舍不得卖。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实，带单股票赚完最好赚的一段，你如果没有时间做手，你不知道卖，你舍不得卖，报到最后会像过去一样的报上报下，会浪费了很多时间。但是当你拥有吸金流观念，赚钱速度可以再次往前加快，我们可以一起看下去。就同你所看到的，在12月19号这一天，这档股票100万赚了31万，系统告诉我们已经赚完最好赚一段，先把赚到钱放口袋，接着换股增加报酬。问题是29号这一天，我们应该把资金再换到什么样股票身上？很简单，一样交给时间做手。我们只把时光回溯回到29号这一天，很简单的按一键选股多，一样执行选股。三秒钟时间，系统告诉我们再把资金转买宇俊这档票，接着赚它最好赚的一段。一起来看好事到底有没有接连不断的发生。29号也就在这一天哦，系统告诉我们把前两票赚的钱发口袋，再把资金转买宇俊这档票，接着赚它最好赚的一段。一样 K 线丑丑是要赶快买了，再次的坐在轿上面的扁台，短短的一天两天，你的100万不是也帮自己创出10万的利润吗？好事不是这么再次发生吗？所以呢，这档股票当然也是一样道理，一样坚持赚它最好赚的一段。就同你所看到的，在30号这一天，这档股票100万赚了10万，系统告诉我们已经赚完最好赚的一段，所以红棒创新高一样最好的卖点，不要怀疑也不要舍不得卖。再次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实，带单股票赚完最好赚的一段，你如果没有时间做手，你不知道卖，你舍不得卖，报到最后还会像过去一样的报上报下，又浪费了很多时间。但是当你拥有吸金流观念，赚钱速度可以再次往前加快，我们可以一起砍下去。就同你所看到的，在30号这一天，这档股票100万赚了10万，系统告诉我们已经赚完最好赚的一段，先把赚到钱发口袋，接着换股增加报酬。问题是30号这一天，我们应该把资金再换到什么样的股票身上？一样全部交给时间做手。我们只把时光回溯回到30号这一天，操作一样可以非常的简单明确易懂，很简单的按一键选股多，一样执行选股。三秒钟时间，系统告诉我们再把资金转买光弘这档票，接着赚它最好赚的一段。一起来看好事到底有没有接连不断的发生。30号也就在这一天哦，
系统告诉我们把千张票赚的钱发口袋，再把资金转买光弘这张票，接着赚它最好赚的一段。一样 K 线丑丑是要赶快买了，再次的坐在轿上面的边谈，短短三到四天，你的100万不是也帮自己创出 30.5 万的利润吗？好事不是这么再次发生吗？所以呢，这档股票当然也不是例外，一样坚持赚它最好赚的一段。就同你所看到的，在1月5号这一天，这档股票100万赚了 30.5 万，系统告诉我们已经赚完最好赚的一段，所以红棒创新高一样最好的卖点，不要怀疑也不要舍不得卖。再次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实，单档股票赚完最好赚的一段，你如果没有时间做手，你不知道卖，你舍不得卖，到最后会像过去一样让大赚变小赚，遗憾又再次发生。但是当你拥有新金牛观念，赚钱速度可以再次往前加快，我们可以一起看下去。就同你所看到的，在1月5号这一天，这档股票100万赚了 30.5 万，系统告诉我们已经赚完最好赚的一段，先把赚到钱发口袋，接着换股增加报酬。问题是1月5号这一天，我们应该把资金再换到什么样的股票身上？很简单，一样交给时间做手。我们只把时光回溯，回到1月5号这一天，操作可以非常的简单、明确、易懂，也就同你所看到的一样。一样很简单的按一键选股多，一样执行选股。三秒钟时间，系统告诉我们，再把资金转买森达科这档票，接着赚它最好赚的一段。一起来看，好事到底有没有接连不断的发生？1月5号，也就在这一天哦，系统告诉我们把千张票赚的钱发口袋，再把资金转买森达科这档票，接着赚它最好赚的一段。一样 ，K 线丑丑是要赶快买了，再次的坐在轿上面的边谈，短短的一天两天，你的100万不是也帮自己创出10万的利润吗？好事不是这么再次发生吗？也就同在节目当中该跟各位分享的五个金牛位移哦。事实上，从12月11号到今天，12个交易日的时间，你的100万透过新金牛观念，已经帮自己创出102万利润了，而你1000万呢，已经帮自己创出1020万利润了。但是到今天，还像过去死抱活抱的方式做股票吗？还像过去不能实在软体帮助自己炒股票吗？很多投资朋友在过去的过程当中，很想要知道如何用快速的方法把自己财富累积起来，而在市场当中，要做到最短时间翻倍，一定要完全做到敢买敢卖敢换股，所有操作资金一定是100%资金集中操作单张股票，绝对不像老派投资观念一样总是分批加码分散个股。再来，每一档股票一定要坚持只赚最好赚的一段，也不能像过去一样总是死抱不抱等股票上涨，最重要的一定要领先市场最好赚的买卖点，更不能像过去一样进出时机总是会慢了半拍。而时间做的交易统很简单，所有操作一定是100%资金集中操作单一档股票，加上严格风险控管跟领先市场买卖点，才有办法帮助各位用最短时间把资金做翻倍。也就同你所看到的，这档股票你如果没有时间做手，你没有办法领先市场，很明确知道在 17.7 是这个阶段以来最好赚的卖点，然后你要等，难道你要等到今天长黑大跌之后再考虑要不要卖吗？是不是已经来不及了？这时候你要问我，我如何领先市场知道 17.7 就这个阶段以来最好赚的卖点？很简单，要领先市场直接来看电脑会是比较快的。一起来，我在节目当中从来不会跟各位特别强调一档股票，其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讲的是赚钱办法，所以每一档股票都是一样道理。就从这一档股票在这一天，我看到个事实，
周线多第一根红色虚线出来的时候，这一天一定是这个阶段以来唯一最好赚的买点。同样的，在当天除了给各位进场停损之外，停一点也会一并直接告诉各位看哪里，直接看实体信号部分。他告诉各位 17.72 四舍五入就是 17.7， 要全数卖出一张不留。进场当下直接告诉各位17块7要卖，在连续两天大涨之后最高来到18块，所以我们设 17.7 一定可以卖掉，可以把这一段最好赚的放在口袋，再不任一张股票或大赚变小赚遗憾，甚至在里面浪费那个宝贵的时间。同样的，很多投保在做股票过程当中，财富为什么一直没有办法累积起来？因为很简单，因为你没有办法像我们一样把所有资金集中操作在单档股票单一个点位上面操作。好，想想过去呢，你股票是不是常常买在前面等它上涨，一等不知道等多久，你绝对不会敢买多，因为等到连续大涨之后再匆匆忙忙帮别人抬轿，你还是不会敢买多，所以买不多赚不多遗憾当然会持续不断发生。但跟时间做交易同很简单，一个阶段永远唯一只有一个最好赚的买点，就同这一档股票在这一天我看到个事实，周线多第一根红色虚线出来的时候，这一天一定是个阶段以来唯一最好赚的买点，不会有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加码点这么清楚而且明确情况之下，我所有客户在这一档股票这一天怎么做？很简单，就是百分百资金买进，让好事很自然发生。同样的，每一档股票都是一样道理，所以我在节目当中从来不会跟各位特别强调一档股票，因为只要是赚钱的办法，包括这档股票在这一天我一样看到个事实，周线多第一根红色虚线出来的时候，这一天一样是这阶段以来唯一最好赚的买点。既然是唯一，我所有客户在这档股票这一天怎么做还是一样啊，一定是百分百资金买进，让好事很自然发生。也就是我在节目当中常跟各位强调的，当我们拥有赚钱办法的同时，每一档股票都必须要来帮我们赚钱，包括这一档股票也是一样道理。就同这一档股票在这一天我们同样看那个事实，周线多第一根红色虚线出来的时候，这一天当这个阶段以来唯一最好赚的买点。既然是唯一，我所有客户在这一档股票这一天怎么做还是一样，一定是百分百资金买进，让好事很自然发生。也就同我在节目当中曾跟各位分享的，在操作股票的过程当中会赚钱，手上一次一档股票就够了，真的不需要多。也同样的，也就同跟各位分享的，我永远只相信只有客户获利的口碑才会最好行销，其他都是多余的。但是你想要跟着新经典观念创出比标哥标获利，事实上并不难，你现在欠缺只是一个亲身体会领先实战新技术的机会而已。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现场。你过去总是被不实在的测标和行销手法误导，使用品质不良的系统或抠讯吗？实力才是关键，有实力才敢直接面对投资人。这次您可以直接拥有老师本人手机亲自服务，有实力才敢提供高品质的保障。这次您可以拥有高品质的六大保证，这次您可以选择有实力的分析师，有实力的系统，让幸福的事每天发生。02-2389-8029 02-2389-8029。您是要消极的等待机会，还是要积极的创造获利？启发投顾帮您启动制胜的关键，发现财富的钥匙，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选择。咨询专线02-2389-8029 02-2389-8029。各位投资朋友，欢迎回到现场。就同我跟各位分享一样，当我们拥有时间做手去做期指的同时，这种只有一口单百分百当冲，完完全全没有流仓压力，我们可以让好事每天都会发生。就同这个地方结果一定是一口单赚赔加总结果，就同你所看到的台指12月一个月过去了，挣这么多负这么多，正负加总之后一口单可以挣2337点，01呢是4天过去的，挣这么多负这么多，正负加总之后一口单可以挣
1925点。当然，今天跟着系统去做，好事一样再次发生。今天跟着系统去做，你会做四笔，会对三笔，会错一笔。当然，对错的我一定都跟各位分享。正负加总之后，一口单仍然可以挣280点。但是，很多投资朋友过去也跟过很多老师，甚至很多软体来帮操作指数，财富为什么一直没有办法理解？因为你用的是市场当中没有办法实战的工具，常用市价追单有严重滑价问题，买卖点讯号会消失问题。最重要的是，有太多的参数、模组、周期，全部要让会员自己猜。因此呢，各位可以好好去想一件事情：为什么我所有的会员都一定会有我本人手机号码，而且我百分百可以做到价格诚信不会价，而其他的分析师或系统为什么做不到呢？因为很简单，如果一个分析师或系统可以做得很好的同时，何必躲在业务助理背后，甚至每天在节目当中辛苦做过度行销还需要打折，不是吗？而当你拥有时间做手的同时，在进场当下，系统就可以立即明确显示进场停损停利上价位，一次对各位周期固定十分线做当冲，全数定价，完全不会滑价问题。每一天每一笔我都一定跟各位对价对时，赚的赔的全部都会跟各位分享，没有参数可以设，这个模组简单明确，全部不用客气猜。就同你所看到的，今天跟着系统去做，你会做四笔，会对三笔，会错一笔。当然对错的我一定都跟各位分享。正负加总之后，一口单一样可以挣280点。同样的，我们必须要看一下今天每笔的教训号。今天第一笔教训号在8:55的时候，是一个延续盘同步做多讯号。我们可以直接来看电脑会是比较快的，一起来。就同你所看到的，这个是昨天的最后一根 K 线，本来在灰色线上，而这是今天的第一根 K 线也在灰色线上。昨天多，今天也是多，多方的延续盘。8:55开价上下颜色都是红色，所以同步。因此收盘收定设收盘价，也就是15055去做多，一起来看会不会成交。下一根 K 线最低来到哪里？045，所以定价百分百全部穿在成交。但是千万不要忘了一件事情，只要来到系统中帮各位规划的压力区，一口单挣70点，先把它发一口单。等今天第二个机会，趋势盘同步做空讯号，那这一笔单不用对下对时，因为进场之后有穿的停损，所以就要确实执行。哦，这一笔单会负30点，再等下一个机会，也就在这个地方，趋势盘同步做多，还是一样，直接来看电脑，一起来。当行情走到这个地方的同时，本来在灰色线下变线上的转折，线上是红色，同步做多，所以收盘收定设收盘价15086去做多，一起来看会不会成交。现在跟 K 线最低来到哪里？066，定价百分百全部穿在成交。同样的，不要忘了一件事情，只要来到系统中帮各位规划的压力区，一口单虽然只有挣4点，一样再把它发一口单，等今天最后一个机会，趋势盘同步做空讯号，还是一样，直接来看电脑，一起来。就同你所看到的，行情走到这个位置，本来在灰色线上变线下转折，线下是绿色，当然同步做空，一样设收盘价，也就是15006去做空，一起来看会不会成交。现在跟 K 线最高来到032，所以定价百分百全部穿在成交。一样，不要忘了一件事情，一旦只要来到系统中帮各位规划的支撑区，一口单挣236点，一样再把它发一口单。就同我在节目当中常跟各位分享的，当我们拥有领先实战新技术的同时，好事自然每天都会发生。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